大家，我是南港八个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我现在在北宜的丁 house。那今天来这边是为了做什么？今天没有做什么，今天只是来测试一下大红，因为最近在想，如果之后开放高速公路，那也要买一台可以载摄影师的街车。然后因为太多人都问为什么现在都不骑小型，因为我在二月的时候是骑小型腰扭到，所以我就觉得跑车可能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小时候拔河的时候我的腰有受伤，所以跑车骑久了之后我的腰都很痛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这边吃一个好吃的早餐，这个班奶迪克蛋非常推荐给大家。那等一下我们吃完之后，我们再跟大红相处一下，因为目前摄影师对大红还蛮满意的，所以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杜卡迪 Monster 796。吃完之后我们上车再介绍一下大红骑起来怎么样。加六公升才100多块，这么便宜！我靠，好吵啊！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旅途了。哎呦，靠腰！这台车的空档超明确的，我从一档打到二档，一直换成空档，大力勾才会进二档，就是力道不够的话，绝对会进空档。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台大红 Monster 796。低转没有想象中难骑，然后震动感跟单缸车很像，然后椅垫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然后摄影师也觉得这椅垫是及格的，很 OK， 然后动力其实也够。不过有蛮多朋友亲朋好友跟我说这台车的那个感觉没有那么大。哦，真的很吵，我不知道那个录出来声音大不大。不过我们还是慢慢骑，慢慢骑。他们要快，给他们快。很多车友都说这台车比较没有个性，就是比起其他杜卡迪的话，算是比较没有个性，然后比较温驯啊。然后怕我可能会觉得它不够力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就是喜欢没有个性的车。我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，所以这台车目前对我来讲是非常满意的。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在单人的骑过山路，那都今天都在摄影师。那昨天晚上是有跟摄影师去干达门喝个红茶，那在快速道路的表现也是一级棒。就是刚骑上去会吓一跳，它的感觉就是怎么说？因为可能小红骑久了，然后小橘骑久了，它动力取向跟这两台车又不太一样，它不会像小橘一样那么暴力。那它也不会像小红一样那么没力，而且我很喜欢它这种弯道的感觉，就是不用像跑车一样那个整个身体要带。那我自己其实还没有骑过 CB650R 或者是 CB1000R， 因为我有考虑过，可是我想到小红我是没有打算要卖，就是让它当一台黄牌通勤车，因为台北市有个黄牌非常方便，那它车体又小，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没有去考虑说 CB650R 或 CBR650R 还有 CB1000R， 因为我相信这几台车都是非常好骑的。我看到车辆改造，想到我之前在脸书社团看到有一个文章，他那个文章就是讲说那个工人在倒车的时候好像没有倒好，就是变成两边都有在通车，从对向冲出来，那大家那个路很小就很尴尬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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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跑车隔前面在施工，有够尴尬啊。你看这个大车学长让路，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礼仪，然后大家慢慢的就是可能稍微让一下。因为我自己拍片的时候或者是慢慢骑的时候，我都会习惯靠右靠边边骑。那像现在那个杜克达都可以超稳，有没有？不知道这时候会不会有观众说啊丢脸。不过我很久没看到这留言了、啊，想到去年那个时候骑小橘，然后就有观众留言说什么骑跑车还骑那么慢，有够丢脸。我觉得啊，干真的骑跑车那样骑真的蛮丢脸的。不过我觉得安全至上啊，赢了没奖杯，然后输了有墓碑。我觉得这样子 CP 值不高 ，CP 值不高。哇哦！
我们现在到平溪了，现在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来这边，我觉得这里就是你们看后面这个，这是新的，感觉这里是正在萎缩呢，没有什么以前来店家，以前我觉得整排都是开着的，那现在就是有几间没几间，不过今天是平日啊。看一下花生卷冰淇淋有没有开，欸，没有开呢，怎么办 ？No God! No God! Please no! No! 平溪没有什么人，然后也没什么店家，然后想吃的东西都没开，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夸张的是，蛮多长辈还有观光客都没有戴口罩的。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到这种观光景点，就算没有什么人，啊，我建议还是戴个口罩啦，对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奇怪为什么没几人戴口罩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反而觉得我跟摄影师戴口罩很奇怪。那我刚刚就连我刚在摸猫旁边的小朋友也都没有戴口罩，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还蛮危险的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哈，骑车啊，戴着安全帽，然后都不要下车，应该是会是最安全的。所以骑车真的赞，好。哇，这种天气哦，穿皮衣真的是有够热啊。然后讲到皮衣哦，就想到很多人都在问我哦，我这哎呦靠腰啊飞起来哦。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件皮衣哦在哪里买的。对，那我是在那个德国路易，反正我把他们店家资讯放在这里啊，你们到时候再看一下。对，这真的太多人在问了，因为这件事真的便宜又好看啊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才买7000多，包含护具。就是手肘跟肩膀的护具。那我的裤子呢是307P 的，干，我真的不得不说307P 这件裤子真的很强。对，你们看画面上这样子，哇，有够灵活，有没有？而且我穿这件裤子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讲我穿防摔裤没有人性。那我自己呢是非常推荐这两样人身部品给大家啦。哦，我们现在终于到这个交界处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到一个熟悉的芙蓉，小时候真的很常来芙蓉这边玩。我记得上次有来拍芙蓉的是在去年3月，那时候好像是拍 R3， 就骑到这边来，还蛮怀念的。芙蓉。哎，欸，不对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也不能从这边走，哎，我们要去北海岸的话，这里是要往宜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得回转，刚刚应该左转才对。上次叫过一样。上次吗？上次我们好像直接从宜兰回去。因为你也走错路啊。你不要吵。因为来这里都在走错路啊。啊，我就想来这边的车站看一下嘛。你没有。少啰嗦了，少啰嗦了。就不是走错路，就想来这边看一下，给各位观众看一下那个。没有啦，你走错路。没有，我们要走。每次来
要走错路。对，要走错路，走错路。熟悉的地方就是我 Marina 美食餐厅啊，看到那台熟悉的 F3， 没错。那因为刚刚就讲过了，原本想找咖啡厅，可是要到北海岸那边又太远了，所以我们在东北角这边回到基隆。那回到基隆，我想到啊，可以来吃一下这个车友开的餐厅，因为东西真的蛮好吃的。那今天行程一直改来改去，其实我就觉得这是骑车好玩的地方，因为骑车你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，想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。那开车有时候你找又找车位的时候比较麻烦，对。不过骑大型重机也是一样，要四处找车位比较累一点，因为台湾法规的关系，那两轮车居然还要去找四轮的位置来停，是蛮奇怪的。好，那剩下时间就看我吃好吃的东西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按喜欢分享的订阅，那我就等大家再见了，拜拜。各位人客啊，各位人客啊，刚刚啊来这边稍作休息一下，结果呢发生了一件意大利式的浪漫。他刚刚突然发不动了，来给各位看一下什么叫意大利式的浪漫哦。来哦，按下去哦。哎，靠腰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在整我啊？没在拍的时候你刚刚都发不动，我现在一拍就发动。大哥，哇，你真的是意大利式的浪漫呢，没在开玩笑的，打我脸呢，这打我好几巴掌啊！没关系，你发动就好，等一下我停下来你就不要给我发不动啊，知道吗？